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今天我们来这里挑战不可能任务。这不可能任务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单手捏爆鸡蛋、橙还有苹果。今天我邀请到几位来宾来跟我挑战这个志向不可能任务。来，第一位 ，Hello， 我是李巨人。李巨人，浩克，这边吗？挑战单手捏爆鸡蛋、橙还有苹果。来，我们第二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Alex 变魔术了，大家记得要订阅他。来，欢迎第三位。来，介绍。嗨，我是文。今天要来挑战你们。今天我们来挑战这个不可能的任务。这不可能任务是什么？单手来捏爆鸡蛋、跟橙还有苹果。你觉得 Alex， 你有自信捏爆几个？鸡蛋啊，我选鸡蛋。你有自信捏爆鸡蛋而已，其他两个捏不爆。橙应该是可以的，橙。那苹果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。浩克呀，浩克有自信捏爆几个？三个。三个都捏爆，成功了。浩克就是浩克啊，我下来。德文，你有自信捏爆几个？我呢，应该两个吧。捏爆两个。我觉得这个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先挑战了，我第一个来。我们先散鸡蛋。我要散一点。散。哎，处理耶，鸡蛋的内部好像没有处理到耶。哎，那个是有枪拿的。OK， 我挑战失败，现在欢迎第二位来挑战。差了你，来，第二位来，德文。喂，我操，你还好笑，还好。有机中不了，过关。中颜色嘛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德文终于捏爆第一个挑战了。现在要不多说，看一下。哇，太强了，德文。德文有练过，他手有练过。哎，我有点怕。我欢迎第三位挑战者 Alex。哎，捏爆鸡蛋，三元一边，三元。好像很难呢，真的。你不关心吗？记得失败了。哇，真的很难呢，喂！不是想象那么容易。挑战！哇！别发了，我还是挑战成功。恭喜 Alex 挑战成功。哎呦，怎么这样？我单手捏，真的不容易。来，我们欢迎第四位浩克。对浩克来讲，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来的。来，很脏。四位浩克，我先洗手。对啊。哇！浩克，他只用了两个手指就捏爆鸡蛋，给他一个掌声鼓励。再抢一个，再抢一个，很香哦。今天。鸡蛋的第一个挑战就我失败而已，证明我的握力我还要再去增强一点。差哪里？来，我们挑战第二个，捏爆橙。来，我也还是要我第一个来捏爆橙。再选一个最小力的。你选最小力的，你选最小力的。单手捏爆橙，不可能的任务。橙应该比较容易啦，是吧？对，我第一个来。你真的不要手指插进去嘞！不，应该算是成功，捏爆橙了。OK， 算你成功啊。OK， 来，那我们的会友，欢迎第二个，欢迎第二个挑战，单手捏爆橙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个挑战者德文。德文来，到我了。有一个最大力的给我，好严谨啊！到底多大 ？OK， 就到这样，就到这样吧。热热的天气，就到这样。OK， 德文喝点橙汁。德文应该是挑战失败。
欢迎第三个挑战者。你现在是在打城市广告啊？哦，你是第四个。他在打城市广告。OK， 第四个挑战者也成功了。现在欢迎第三个挑战者。嗯，拜拜 ，Alex。Alex 挑战单手捏包城，他们留意力最大的给我。你想这样？你想这样？我看，哇，你不包耶？这是什么？用、okay、一只手指就可以了。哎、哦，用了一只手指就捏爆了城，这还不算爆了。魔术师捏爆城的方法就是不一样。哎，过，要喝橙汁吗？留下留力量捏爆苹果。我要喝橙汁吗？欢迎来到 UG 的频道，现扎橙汁。那给你，现在挑战最后一个任务，如何捏爆苹果单手啊？还是让我第一个先来挑战？我看你讲捏。OK， 我放弃了，别这样子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第二个挑战者，来，闻，闻，闻来，有蚊子，可以了，来，出全力，出全力。放手啊！哦，好像要爆了，要爆了！我要爆了！来来，哇哇哇！这个一个手指插进去可以爆，哇！手指插进去就爆了，哇！把它分一半，用手指插到就要把它分一半，哇！我挑战成功，捏爆苹果。来，我们欢迎第三位挑战者，来 ，Alex。Alex 有信心捏爆吗？100%有信心。哇，来来，打，哇，飞掉了，不好意思。好的。Alex。勉强是没有幸福了，勉强是很幸福了。你已经在用一个手指了。哎，不是奖励来了。奖。哦哇，喂喂喂！现在掌声欢迎最后一个挑战者，最强的浩克，变成渣了，来表演如何单手捏爆苹果。单手啊，单来，浩克有信心吗？单手哎。哇。哇，小小的，全部人都散的摊开了。小皮啊，小皮，哎哎，哎呦 ，OK， 算成功吗？其实，要喝苹果汁吗？要喝苹果汁吗？大果汁。啊，今天挑战不可能物，其实。成功算成功吗？你们觉得？应该不算成功啊、哦！我们都是用手指去捏包这些东西，啊、我们不算成功，所以如果要我们要来做一个东西，叫做做 ending。这个 ending 啊、哦，就是我们要刷它成碎。对。证明用手掌来捏包苹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哎，对，那个用手指才可以捏包。不过用手掌来捏爆鸡蛋跟橙是有办法的。今天挑战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 like 跟 shar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来我，来我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